小王八啊！我赌你肯定不敢抱老板。开什么玩笑？抱老板那都是小意思。可拉倒吧你那小胆！我抱了怎么办？你抱了，我给你200块钱。啊，行，就这么说了是吗？好，行行行。哎，老板，我这个月卖了1000多张会员卡，你再看是不是抱一下庆祝一下呀？好呀。来，哎，钱。哎，老板，小王八到手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还啥意思呀？什么1000块钱？哎，什么1000块钱？停停停！你说明白点儿。哎，干嘛呢，美女啊？你干嘛？嗯？偷牌。哎，对了，来，这么笨。好了，咱走吧。不是你偷的。哎，等会儿，美女，放下，美女，我看你浑身是胆，一脸英雄气，我知道有个地方全是这种桂鱼，全是这种锦鲤，怎么样，跟我干票大的呀？走，哥，起开！哎，等，大妹子，有钥匙，别冲动啊，钥匙。你怎么还有钥匙？做好工作的。怎么样，多吧？哎，妹子，你先把那个砖头放下来啊，看着害怕。走，往前走。警报！没事，你看，哎，居然还有毒库！嘘，一切听我指挥啊！走，往前走，走。哎，妹子，你先拿那个笤帚把那个脚印都给扫干净，好吧？快，笤帚在那边，快去，听我指挥啊！快扫干净，这以后都是证据啊！快！然后拿抹布把那个鱼缸上面的指纹也都擦干净。让你擦你就擦，听我的好不好？快，拿抹布，擦，快，擦干净啊！快，擦干净。那边大的都擦干净，快，好，快，来，好。哎，大哥，你开专业了。往后你就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啊！好，来，擦，好，漂亮。来，客户来了，接待客户，快。钱，行，这些钱先放我这儿啊，到时候咱俩再一起分啊。哥，这仨几人不是说让他回来了吗？你放心吧，我调查过了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哥，还是你聪明啊！你说这些鱼咱全卖了，这不就变现了吗？你说？对，以后啊，你跟我这吃香喝辣，咱们把这些鱼全卖了，咱们再撤啊。明天早上早点来。No.